你不是说只要我答应做你女朋友，你就给我2000万吗？哎呀，别着急嘛。可是我都做你女朋友2个多月了。那好吧，现在给你。千万要快乐，千万要坚强。2000万。耍我是吗？怎么了，美女？因为什么事发愁呢？炒股赔了。炒股这么点小事？这么的，你做我女朋友，我教你一招，让你保证不赔。真的？什么招啊？首先，你得加入各种炒股交流群，然后学习炒股知识，然后获取各种内幕，然后当别人的股票上涨的时候，你要跟着起哄，让他们发红包。你只管抢红包，不买股票。我保证不赔。